刚洗完澡。两个月而已，然后我其实这房子就很小，而且只容得下一个人住而已。一个人吗？嗯，因为很小。嗯、你的客厅好像有点空旷，就是哦，没有，因为我就是平常回家晚上会把东西清掉，因为我朋友有时候晚上来。重点可以在冰箱、嗯，我觉得女生的冰箱其实蛮重要的。啊，对，因为冰箱啊，干不干净啊，不是我怕很臭啊。你看到我冰箱，你会傻眼、欸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我的冰箱就这样。大公司真的是酒，只有酒没有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是厨房吗？对啊。OK， 厨房。那厕所在哪里啊？厨房就是杯子。哎，厕所在这。哎，我厕所很扯哎，我就是因为这个厕所才租这个房子。厕所在为什么是路边 ？OK， 就我刚才还在洗澡，因为我等下去那个运动。刚洗完澡。等一下，我们泡什么东西了？收一下，没有，我刚才在这边泡澡啊，就是我每天早上都会在这边泡澡，每一天。哎、欸，我看他的view好像不错哦，所以你这样子不怕被人家偷看或什么之类的吗？我是觉得他们应该看不到我吧？如果有心的话，看得到吗？应该看得到吧？如果有心的话，是刚好。可是他就算很远远的看，他只会看到一个裸体，又看不到我的脸。哦，我是这样想的、啊。看一下他厕所的部分，马桶，我觉得马桶抽掉，就都很一定干净，要每天哎 ，OK， 每天洗。你的厕所算是也是蛮没什么东西耶，没有，也没有什么保养品啊，或什么。哦，保养品在楼上啊。可是洗完澡不是通常也会擦一些东西吗？啊，我不会耶，怎么办？就是算是很空的，但是我没有，但是我会，我每天都要敷面膜，一直无时无刻敷，就是无时无刻。面膜这种东西才应该在房间吧？怎么会是？哦，我会边泡澡边敷面膜。哦，这样就算人家在外面看到我，也不知道我谁啊，又敷着面膜。哎、欸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啦，圆圆的写真集啦，因为感觉好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而且对，因为我写真自己收集自己的写真这么多本。不是。那这两个风格差哪？元气满满。里面的路线呢？当然就是尺度越来越大啊。尺度越来越大。嗯。那你翻个几页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大尺度好吗？我给你们看这个，这个不要看，因为这太性感。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会用这个表情，因为超尴尬的。真的假的？不然你觉得有人写真会有这个表情吗？我觉得可爱的感觉啊。没有，就是因为这个太性感了，因为尺度太大了。我觉得你这样子介绍家里太保守了。我觉得你应该有所隐瞒，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请来我们的司机大哥，好不好？有所隐瞒？对，隐瞒什么？毕竟我们节目叫正妹老司机，我觉得你办的不够彻底，我们要请司机大哥彻底的搜查你的家。哇，东西应该柜子里面看看。对，司机大哥，你好像有点猴急哈、喔，你不跟演员先打个招呼啊，介绍一下，应该都可以翻的。哎，旁边有个刮胡刀哎、欸，我看一下那刮胡刀，怎么会女生会有刮胡刀？哇，在这边。为什么会有刮胡刀？哦，就是我有一些男生朋友，然后他有时候是男生朋友还是男朋友？你讲清楚哦。男生朋友，但如果我男朋友，我一定帮他剪头发，因为我很喜欢帮他剪头发。你会把这个拿来剃一剃腋毛，然后又可以帮男生然后剃剃头发，超恶。哎、欸，我就是一个没有腋毛的人哎。天生。对啊，天生。天生白虎。喂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哎、欸，我发现你真的是有点跟我们印象中的落差有点大，为什么？通常会觉得，你看你漂漂亮亮，女生应该会很多这种，就是小东西呀、啊，然后，但你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储藏物啊。没有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外表长得像女生，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是男生、欸。内心是一个男孩子，是不是？对啊。OK。就是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、欸，怎么会这样 ？OK。我人生就是这么无聊。不会不会。哦，所以这个是你的房间是不是？嗯。OK，
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太明显了吧？哎、欸，你们今天来突击这样？哎、欸，太明显了吧？人家会。所以是谁？加起来，加起来。但是 是男的女的，真的 OK 吗？我们可以卡哦，我们可以重来哦，就是真的假的？可以录出现吗？不行。看一下。不要看啦，把这个段剪掉。我们先录嘛，对。然后待会儿我再斟酌。那是谁？他到底是谁？要叫好啊。他睡觉就是。哎、欸，露内裤了。他就是我妹啊！你们那么早来，他你妹怎么肯起得来？但妹妹现在一脸惊慌失措，感觉睡到一半然后被叫醒，然后现在去刷牙洗脸，哎，小心穿帮。然后哎、欸，他是露内裤啊！我刚才怎么看到一切白白的？没有，是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有点 shock， 就是竟然会有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你们真的太突然了。我们突击过八万次，超级突然。你是看到有真的人在里面的。来，重点是我们要继续来看你的房间了，好不好？来 ，C 大哥，请出现。怎么那么少？这里面应该有很多东西啊。那床头柜通常会有一些私密的东西啊，放在这边啊。你们是说应该要什么？我下次准备。可能有些玩具之类的吧。哎、欸、，C 大哥，我觉得后面有个好东西，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最真实的。他的洗衣篮哦，在这里。哎、欸，来拿过来，拿过来。洗完原味。哎、欸，没有，这真的，这没洗，这没洗。哎、欸，洗。我闻看看。嗯。这有没洗的？没有，这不洗，没有洗的。是有味道的吗？就是会有味道，一定会有味道。这个呢，这也是。这是原味的。你怎么一直闻？哦，真的臭。屁啦！没有味道，好不好？这个。对啊，其实没有什么。哦 ，OK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些性感的衣服啊？看一下，让我们大家看一下。有啊，这是睡衣的部分，是不是？对。对。来，员工介绍一下，你找件你觉得。哦，这是睡衣耶，对。你找件你觉得最猛的，最猛，你个人觉得。这个是我，就是你们不是说不梦幻，其实我也是很梦幻啊，因为我喜欢这种穿着睡觉纱的。嗯嗯。那有性感的吗？这全部都是写真里面有出现的，这个都是我自己去日本买的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。哦 ，OK， 待会可以帮我换上这一套，然后给我们观众一个小福利吧。傻眼。哦 ，OK， 圆圆遵守诺言，换了一套粉丝福利的性感睡衣，这很性感。所以你平常会穿这套吗？会啊，会。在家里也会穿，嗯，因为它很舒服。我转身看一下好不好？就是转一圈。哦，哟，哇！可是你们觉得还好？其实很性感，其实很性感。我觉得很性感。嗯嗯。所以这是你可以接受的尺度，这样子。当然还可以再大一点。你可以再大一点。